这边电话站，今天各位初三，旧历七月二日，欢迎收看早起新闻，我是蔡佩莹。助济基金会第一摆二六五发放，经过助济之工的勘察，二九月初二来发放，总共有将近五百户。除了助济人，真济辽国当地实业家也来参加发放。乡亲安居及生活等需求，提供必要的协助。面对这一次的灾难，让我们看见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期盼人人敬天爱地，聚福缘。后人来到顶，一套在发放场地，神心涌现。他们本来是灾民要来领物资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志工呢，就是人数还不够，所以去恳求他们呢。就是先出来呢帮忙呢引导，还有胡慧成那一边的工作，整个让所有的居民呢都领完之后呢，这些志工呢愿意在最后的时候再来领物资的。就米宽破破债破债梯这么衰的啊，那个合辛苦提人，那个理债提人合辛苦到你提人合家干事的啊，破债提人嘛衰眼从阿萨提本嘛得。เครื่องของในมื้อนี้แล้วก็เพื่อ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ผู้ประสบภัยนํากันฮะนะ แต่ก่อนบ่มีเดี๋ยวนี้มีเตียงนอนแล้วก็รู้สึกดีใจได้ทีนี้บ่จู้在民民上的笑容是志工上大的感动，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动啊，心里面啊非常的充实。我觉得爱没有语言上的隔阂，哦，我们一个动作，他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对他们关心跟爱。从他的眼神，从他的居住环境，大家都可以感受，还有互相之间的互动，心里很不舍。慈济基金会首次在寮国发放，考量灾民的车程和交通问题，决定将发放的场地分为两个地方，并且拆成上午场和下午场，一共有近五百户的灾民可以领到福慧床还有毛毯。来了很多不同的实业家的公司的人员，还有志工，最重要有四个国家，大家集中在这里为我们寮国的乡亲来付出。台湾、泰国、马来西亚的助济志工，啊，甲寮国本土的志工，爱心汇集，成就发放，而且爱心唔单是到手头尔，啊，搁要送到厝。发放完了以后，我们就入户去关怀，那去了解我们乡亲在使用这个我们的毛毯，还有福慧床有没有问题？就一直在电视机看，在新闻听，在 YouTube 看，哈，不像自己进来这个现场。亲身去处理这个事情，去看就严重到怎么样子。亲入体会，慢慢啊感受，爱才能渗入心肝。破碎的家园，即马慢慢啊看到希望。台新闻李亚吴博勋辽国报道。莫雷洛综合学校是一间修路学校，去年经过着强烈地震，校舍倒去。学校顾着两百外学生的安全，暂时租教室予因上课。助济之工甲学校联络，要来提供校舍重建的援助，予囡仔有安心学习的所在。2017年，墨西哥发生强震，学校校舍差不多拢倒了了啊。为了要予学生会当继续读书，在后校园伫个无同款的所在做了教室，予囡仔上课。De hecho, en cuestión de preparatoria, las instancias educativas a las que pertenece no nos permite tener más de 20 alumnos por salón. 这间学校总共200多位学生，即马面临教室不足，想要免除学生刷校读书的困境，助济志工开始奔走，安排后续的重建。也是非常坚固，在这个大地震都没事。原本只讲拍算伫个原来所在定起，好佳哉拄着神仙临时捐赠土地和校园，这块土地嘛顺利成长，变成了新校区。当我们去看的那个新的校地，它已经设计了，目前应该是快要到完成的阶段。希望呢这一次他们会给我们一个备忘录，也就是说，他们很感恩慈济在新的这个两公顷的地方盖，他们帮他们盖这个学校。新的学校在三个乡镇的交界，对学生来讲，唔呐交通便利，荒废当中中心的校区，让伊买当更加安心来就学。
台新闻吕思萱、邓应中、墨西哥报道。中国大陆广东顶礼拜来小连续落大雨，造成严重的淹水，有120万人受灾。真济所在拢来淹水，离广东大雨，即汕头市的河水水位清悬来淹水，范围有7平方公里的面积。当地政府是一直在抽水，二礼拜日大水开始提起，向救援人员来继续抢救受困的民众。广东有85000人撤离，不过有真侪人是踮伫厝里等水提起。28月23日发生着水灾，组织亲入家居来安心家访。礼拜日大动员，总共有832人来关怀1658户，来送上安心祝福礼，也够敬严上阵的慰问批，希望来抚慰受创的心灵。他国考的两年吴同学阿妈到饮水，一顿来到三江，厝边是大坑，唔捌哩。正严上联的慰问批，伊来念予大家听。灾情频传，内心既不舍又很不安。小小的心灵受到感动。没有关怀乡亲，非常的好，就是让我很感动。要像姑婆一样，对，师姑一样，做救人的人，用救人的心态，当这挖海，真侪老大人日时拢会喘口气，加减来贴补家用。这几天摒扫出来底真忝，工课嘛是爱照做。啊，阮全球组织人来甲恁，好，我伫电视拢有观察恁的，健康，来甲恁观察恁的。61岁蔡女士是癌症病友，常常听正严上联讲法，真坚强，搁乐观。入癌17年了啦，我拢所有，我有当活命就好啦。啊，若会当活命吼，我就是要保死，吼我身边，吼我熟悉有缘千里来相会的人啦。蔡女士讲，真佩服组织之间的付出，一顶蓝天白云，投入灾区关怀，用爱温暖每一个所在。台新闻广播学生黄文珍加以报道。在家居当中有一个独居的96岁阿嬷，是住在关怀方。水灾那天，她的厝淹水，消防队带她去附近江庙的乡客大楼。不过，她坚持村长带她回去，不过呢，还有淹水。这天醒来，希望讲她接受村长的安排，带入去安养中心。有出事了，一旦之后。困起落雨，真个唔知吼。哦，这破雨你白。这10几天，阿嬷住伫个香客大楼，一个小空间，但是阿嬷真想厝，嘛想伊迄只狗仔，坚持要倒去厝内底。10几天啊，阿嬷个厝也是淹水，志刚要入去，爱家己找路。要再进去一点。你先走看看，小心哦。好，可以。可以吗？可以。阿妈，你有食饭无？食袂落哦，想哪？有吃没有烤的？啊，烤的先买来，烤的是买来。这个一边烤一边做。啊，一边烤一边做。我来甘愿带遐下买，啊带遐肥，肥我就转来。淹水迄一天，消防队苦扛了真久，才把阿妈带出去。只要下雨就一定会淹水，可是前阵子阿斌哥要载他出去都不愿意。你身体健康较重要，别烦恼。志刚讲真久，阿妈终于愿意去义诊站，和医生看伊脚的伤势。会员的认定。安置的时候，阿妈自己一间，然后隔壁也是一个安置所，然后我们有送抚慰床，也有送一些热食过来，阿妈也都有吃到。阿妈嘛接受船长安排，先带去安养中心。单处清理清气了后，甲转去处理。大新闻，江丽君、李月维加以报道。
另外关心台南的受灾户，拄啊好即一天是台南主祭之工的情人节，引水灾区就是共修的地点，大家做伙送温暖，为引水到水体，主祭爱拢伫遮，互里长感动。对广场出发，即工队伍侵入巷仔内，伫三合院嘛伫透天厝。你好，你好，哦，你是内底吼？好，你好。两千多名主祭志工大部分拢是台南在地人，这一天刚好是台南主祭志工前进日，共修的地点就是灾区。虽然是满身是汗，但是大家都很欢喜，光这一点我们看到的就会很欢喜，而且很感恩、很感动。整身躯的关志工依然满面笑容，一户一户拜访。这么的声势浩大，当然谢谢，就是感受到。长长的队伍散播温暖，当时那阵雨，客家受伤率因上界深，第一时间组织志工就来了。大雨当中，寮水送上一罐甜梅，如今灾后，组织人犹原在。恁这种爱哦，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李长谢金雀多年前错过组织志工培训的机会，这一次看到志工大动员，流了感动的泪。我也好啦，李平也好，咱的心应该大家会当较平、较抚平啦吼。感动化成行动，伊用心替志工带路，为每一户送上关怀。灾难是没办法去预防，可是呢，里长有心，所以这个社区它就很快就恢复。在后，清洁容易，心灵重建嘛真长。家访结束，但是主祭爱将一直陪伴。台新闻陈义珍、林道明、黄伟然、台南报道。咱台湾水灾主祭志工黄淑慧处理也受灾，日暗时咧是来整理着泡水的家具，日时来加入安心家访。虽然讲腰痛，依然继续做志工。证书证实法师也特别去关怀。大雨落袂停，台南客家地区淹大水，上深超过100公分。黄淑慧厝地势算悬，灾情严重。都淹过合适啦，都到这边。所以现在合适来对吼，都是水。淹两天终于退啊，外口拢是家具，无用清理，真谢法师来关怀。都是家的，看起来些关心，对啊，我觉得大家都很多人好多了，现在有本来都肿起来。水灾来得急，想要救物件换来是脚手拢是伤，但是受灾伊无放落志工的行动。无因翕相记录灾情，黄淑慧伫组织做人文真善美，因为水灾和伊爸阿当下。从那个画面上，第一次我觉得很多地方都比我那边还严重，所以。我想说出来关心一下。出门看灾记录对家己是治疗。爸爸洪灾接受助者，这届伊无孤单。爸爸水灾的时候还没有进入慈济，那时候觉得孤言无助啊，就自己十几天都封锁在那个环境。现在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去知道说更苦的人在哪里，然后还可以去关心他们，真的觉得参加慈济真的好幸福。感觉真幸福，因为健康治好。有动力心来付出。台新闻精神秘记者郑瑞平、林碧芝、许宏南台南报道。来关心天气，水气减少，天气稳定。西半部甲东北部高温33到35度，华东地区气温大概32度。中昼前后比较较热，因为天气好，日时紫外线指数容易有过量或者是危险级，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预防着暑。日时中南部沿海可能有一挂短暂雨，离中昼过后，离山区要注意局部雷阵雨。离伊啊。风台已经是减弱为中度风台，对台湾的天气无影响。不过沿海地区要注意长影。咱来看卖温度预测。
主持期间，李刚仪进行大规模的安心家访，由华人警署警察法师带领来慰问有志工的关怀长辈安心。其中有一位蔡阿妈，唔但是无收慰问金，还阁捐5000块，要予志工摕去帮助别人。慰问金3000块，先予你一个应急，啊，予你有需要，若需要啥物的时阵，你这一点仔就先用应急来使用。送上慰问金，亲切关怀独居阿伯。如在志工伫家己启动大规模的安心家访，阿爷脚步深入每一个受灾家庭。因为他们这边离全联的福利设施有一点远，所以呢，我们就用慰问金哈、来代替，让他们可以及时呢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志工的亲身家访，蔡阿妈感觉真大心，唔那无收慰问金，佮提出5000块慷慨捐出来。啊，予你的这爱心。会用帮助更加需要的人。志工对布袋乡亲的信用中心永安宫出发，每一户慰问，简单的话语，蕴藏满满的祝福。虽然物件歹去，可是呢，囝，系啊，嘛搁伫个，咱人平安就好，人平安就好，系啊系啊，只要青山在，留得青山在，对对对，那时候一直淹水，我就是这样想。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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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啊！真的，主公唔敢，吼，嘛搁未放心大家，哎，吼，啊，所以希望大家身体爱顾好。除了家访，这几天志工嘛利用机会协助乡亲摒扫，恢复家园，地方父母官上有感触。这回足感谢，感谢咱所有的师兄师姐来帮忙，送物资给大家灾民有饭可吃啦。啊，无干呐，咱光扫吼，能力也不够啦。阿边哦，我的砖头在上困难的时阵哦，拢有看到咱组织人哦，所以哦，尤其我今仔看到恁哦，我非常的感动。啊，一只哦，再就啊，大家吼、哦，感谢一下。感恩感恩。好、同舞同舟，组织人甲受灾乡亲齐力，做伙好在后生活，赶紧恢复正常。台新闻家己报道。九月初二，台南水患启动着全面的医疗，是由金义会加台北、台中组织病院医护人员，伫灾区来设置着医治重点。平常时医疗资源就比较较欠缺，有医生来看病，真侪乡亲较紧来，那是病苦有纾解，心情也较好。伤油腻，爸爸卖食伤多，可以伤高伤多。帮乡亲看病，嘛爱提醒因照顾健康。医生讲话啊，乡亲一直点头，太太陪伊来就感恩。医生真好啦，感觉服务真好。恁这大家拢对阮这农民哦，吼做关心、做有爱心的啦。这些人长期落苦，水灾了后，佫无闲整理家园，酸痛更加严重。我这样打、这样打，食到10岁了，也无气，拢袂消化。啊，个两骨拢吼足歹去。唔甘乡亲水灾了后病苦加重，住在伫灾区咸水客家北门麻豆社区，设九个定点义诊，一个行动医疗，出动医护181个人，大家牺牲假日来付出。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就这样过啦。啊，这样出来可以帮助别人，啊，又尽自己的专业。看到阿公阿妈这么多，觉得好像。还蛮需要大家蛮常来照顾他们的。膝盖嘛黑条，跟我阿妈也90几了，然后也是有一点重听，然后因为我台语不是很好，所以就跟他讲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亲切，很像在跟家里的阿妈讲话。各有伯阿仔做回来，家的小菩萨哈，刚做第一年的急诊医师，所以说今天刚好他也放假啊，所以说我们也很高兴哈，邀请他一起来服务哈。住在以后，甲人义会大汇集，伫灾区布下医疗网，受灾乡亲嘛伫爱的包围之下，大家充满幸福的感受。台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你住在内湖环保站有几十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实业家，除了参访资源回收的流程，也亲身向志工来学习，动手来做分类，让环保的理念更加亲近。不同款的纸张分门别类，来自中国大陆的实业家亲自来到内湖环保站，体验回收再利用的流程。其中万科集团的创始人王石，除了赞叹组织回收的成果，也打算要回去大陆推广环保。这个活动呢是真的是全人类的，那是来着就来学习嘛，每次来都很感动。一二三四，歌声来表达欢喜心。阿嬷级的组织志工，用实际行动展现付出无所求的精神。来这边还蛮震撼的，我觉得大家都很精进哎，而且又很专业。如果对企业界来说，他会觉得说时间上那个金钱值得吗？可是其实他是超越，因为上人其实是为了这个大地之母，所以来做这样的事情。志工详细说明，每一条环保毛毯对无到有，拢是受灾民众的希望，也带给实业家新的启发。几个月前我来过有几次的慈济，就是希望从不同地方能够找到最适合我们这些企业家学员来动手参与的公益环保。跨海来台，深刻体会环保不单是爱护环境，也用来净化人心。台新闻蔡宜林、李明华台北报道。湖南中山组织志工展开冬令发放的初刊，为2016年开始，重点放在环卫工人。因的家境是普遍不好，不过咧，李志工了解每一户的生活情形了后，也为因的知足所感动。日头升起来，穿着感觉是最好的城市美容师也开始一天的无闲。在大街小巷，四界拢有因的身影。连里这阵环卫工人收入无偌济，家境普遍清寒。长沙组织志工长期关怀因，在冬令发放进前，特别拜访311户环卫工家庭。看一下您家里情况的，过来看望一下，关怀一下。谢谢你们呢。对。独居伫个公车边仔的涂志成，加后真少年的时阵就往生，后生嘛送给人车用。每遍若是想起家己老来无所依，都伤心甲满面拢是眼泪。还是有骨头的关系，不要想的太多，是不？是过去的事情，过去了，你那时候也没办法，是不？最近做有车祸的刘英华，又再过受伤，无法度做工课，但是一心也是想着要为比伊更加需要的人服务。因为我以前做过盲人按摩，所以我们的盲人只要拿过要个上街卖的东西，都包揽在我身上。一个月只有无到2000块人民币收入的环卫工人，大所在拢真艰苦，工时延的厝非常的湿。志工感觉唔甘，嘛无忘记爱送上满满祝福。这个环卫工人的一个慰问品啊，就是回的要哪个的？回的红卡子。来了一年多啊，就当了这个光荣的，还有奖状。祝福龚师傅啊，找一个好婆婆了。那就谢谢了。同款带的简单的，还有李旺奇一家人，伊最近因为工作受伤，伫个厝养病，厝内底完全无收入。因此，志工嘛鼓励自闭足侪年后生，爱勇敢打起厝内底当当，给爸爸妈妈一个轻松，让他们轻松一点。你看现在爸爸已经受伤了，你还要学会照顾爸爸、照顾妈妈，更不要说照顾自己了，好不好？哦，相信你肯定可以做得到的哦。组织志工关心社会上底层的劳动者，伫付出爱的同时，嘛甲因结合善缘。台新闻唐建云、李建飞、蒋一荣、欧兰报道。在美国加州圣塔安娜市西北区是全美国上改善者的50个社区之一。8月底，中学加国小来开学，对经济无好的家庭来讲咧，爱顾着健康真无简单。组织大爱私家车为各间学校有困难的家庭来发放亲身的私家，学校也鼓励受助的学生来付出。大爱蔬果车载着一袋一袋新鲜的蔬菜水果，再次来到史伯群中学。除了组织志工、学校、受助学生囡仔嘛，做伙动手来整理。I was
getting food from people, from the helpers here. And I'm thankful for that, that people come, they get food, they get to make food for their family. I really like this. I get to help other people, you know, help them with their food problems, take away one of their worries. I really hope I could continue helping in this program wherever I go. This has really been an amazing experience for me. 让学生知影自己嘛有能力来贡献，定期、长期发放，带动善行。开学了后，经济无好的家庭，斟酌拍算佮兼顾健康，确实是一个真大的课题。If we don't have this, some families go without, especially on the weekends. So it's so amazing to see the smiling faces of the children as they walk away with fresh fruits, fresh vegetables, rice, and things that are going to help them for the weeks to come. 既然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地点，有人提供这个食物给我们，我们就只要出一个人力来这个地方，然后帮助分配食物给一些需要的人。And we are so proud that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came out here today volunteering this event. 像露天农夫市场的闹热，不过看起来真整齐。五间学校250个困难家庭领取，组织学校社区合作，放大爱的行动。台视新闻林奇芬、黄友斌、苏慧琴，美国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早起新闻，将时间交给主播李明君。好，现在配音继续来关心国语新闻，我是林明君。新闻首先提醒您，气象局发布了长浪及时讯息，今天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沿海可能会有长浪，部分地区浪高 1.5 公尺，请大家尽量不要前往海边。而说到了海边，宜兰昨天一天之内就发生了3起共7个人落水的意外，2个人死亡，4个人失踪，只有1个人自行上岸。在南方澳内皮海滩，一名男性落水被救起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心跳，同行的女童自行上岸。而另外在南澳海滩，下午3点和5点都有人被大浪卷走，总共4个人下落不明。好，继续关心823水患的消息。水灾到现在持续的关怀，昨天星期天各县市的职工涌入灾区帮忙。昨天慈济总共有5227名职工投入关怀，家访3559户，送出了3322份的祝福礼，帮真理大学打扫。另外义诊也服务了778位的乡亲。首先从义诊看起，北中南三地的慈济仁医会昨天出动了115个人，台北慈济医院47人，台中慈济医院19人到灾区，而大林慈济医院也动员82个人，在嘉义东石10个据点义诊，照顾了300多人的健康。今日放学轻松安尼，拢来唔得，搁加只加只远。60岁的陈建峰是东石港前村民，知道慈济要来做安心家访，热心的他忍着脚痛为大家领路。饮水啊，清洗家啊，啊恁啊即马穿好啊，啊恁煮坐出来啊，要关心这灾民啦，啊我就带恁去啊，安尼啊我就较在位安尼啦。70、80岁以上的老人家以肩颈、膝盖疼痛居多，中医师立即为他们缓解酸痛。帮他们针灸，帮他们推拿、整腹，放松他们的肌肉，然后让他们的那个酸痛能够得到缓解，然后可以继续回去忙这样子。急诊医学科侯中宏走出义诊现场，跟随金色师傅做安心家访。有感觉啦吼。哦，我袂记得，有当只睏眠嘛袂困起啦。你也代志伤济，不，就算困咧，加目睭困咧，头壳也袂困咧。其实他们很多很自立自强。但是呢，其实自立自强的背后，有时候他们在心理上是需要别人来跟他做一些成长，或者是需要一些帮忙，这样子做一些协助。水退之后，创伤症候群开始出现，期望透过义诊与网诊陪伴复位乡亲走出梦魇。大爱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慈济志工昨天家访了3559户，在台南这里，志工遇到一位82岁的阿嬷，下雨天跌倒卧床不起，精神越来越差，志工来关怀，才终于有了笑容。而另外一位独居的李阿嬷，家里淹水一度到腰部，她爬到床上拿椅子垫高，才躲过了水灾。广场集合，走过大街，穿入小巷，踏在受灾的土地上，发现了住在破旧房子的独居阿嬷，脚上都是伤，水灾来时吓坏了。你们家这么高哦？嗯。哦，啊你嘞？你人你对，你要看。啊我呀伊呀，做门城啊门城，那走我哎，哎门城安尼，阴城面城嘛阴阴这高就对了。嗯，好在阿嬷身体硬朗，人平安，送上祝福压压惊。尽量上林，有下就配在恁，在恁安尼家安尼着水灾，伊安足烦恼的。发送急难救助金，要让阿嬷安心，走到各处户户关心。妈，阮就坐一天哈，来给你祝福。80多岁的阿嬷平常和外佣住，这阵子的雨让她跌跤，就此躺在床上。直到志工来，散哇哦哦，一二三哦，好棒！哎呦哦，来，菩萨，你甲咱斗三工，这个小姐，即马甲你用，啊，你都爱家己嘛爱出力咯，嘿，啊，都爱出力，啊，你的，所以你要照顾好，哎，你看，阿妈在很吃力呢，对啊，所以你看，哎呀，哦，你好高兴，阿妈，阿妈吼，阿妈，阿妈开心哦，嘿，阿妈友好，阿妈你好。外佣好激动，因为阿嬷跌倒不起床，忧虑的她早就身心俱疲。志工的出现有了关怀，让阿嬷终于起身说话。菩萨，我永远祝福你。阿嬷有收到吗？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真桃、王淑桦，台南报道。南部大雨成灾，慈济基金会工程处主任林宏展的台南学甲寮家也淹水，还有许多志工家里也受灾，但还是投入救灾。庆慈金社的法师和台中仁义会的医师前往探视，法亲关怀。你看到金社法师林老先生开心合掌，但他近年身体退化，需人照顾，更别提日前大雨时家中淹水。当时他其中一个儿子林宏展在更严重的嘉义灾区。我谨奉我爸爸讲一句话，别的地方灾情如果严重的话，到别的地方去，不要管家里。学甲灾并不是像嘉义那么严重，所以我就一直留在嘉义。林宏展是慈济基金会的工传处主任，第一时间从花莲直奔灾区。学甲老家淹水时，志工到他家关心，让他不需挂念。这个是大家庭这样子，我觉得慈济的这种感觉。啊，我哥哥在花莲帮大家做事情，然后大家来帮我们家做事情。法亲血亲一家亲，金社法师与仁义会医师特地来关心。许多志工家中淹水还忙着救灾，这正是可贵的慈济精神。那上来也是很赞叹，就是说一方有难啊，十方驰援。那真的希望把上人这份爱跟关怀带到乡亲，然后来安住他们的心。送来上人的慰问与关怀，也让慈济法亲挥别淹水阴霾，不再惊惶。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南综合报道。好，镜头转到墨西哥，也是一份关怀的力量。一位27岁的大卫，去年车祸一度被判定脑死，而同样叫大卫的本土志工开始关怀，还开车载他去复健。现在的大卫已经可以自己走路，扭转了人生。照片上是一年前的大卫，因为车祸意外导致他的头骨破裂，四肢无法行动，还一度被医师判定脑死。No quería creerlo porque me pasó, pues cuando me di cuenta no estaba bien, nada más de repente. 正当一家人陷入愁云惨雾，却有民众把大卫的讯息传到社群媒体。消息曝光后，慈济志工开始介入关怀。De dificultades como médico y dinero no se le prestó la atención plena por parte de la Fundación Suchi y se le dio toda la ayuda, no tanto como moral, acompañamiento económica y de medicina. Ahorita nos vemos. Dale.
同名的两人因为这次意外牵起了彼此的姻缘。Yes, sir。王浩需要回诊，志工大卫就会开车载着他去复健，也积极寻找资源帮助这家人。No había transporte, no había quien nos apoyara, y cuando llegó David, todo pues pudimos echarle más ganas a todo. Ajá, ya teníamos una esperanza en alguien。历经长时间复健，现在的大卫尽管口语表达困难，还得拿着拐杖行动。不过能重新站起，他有一句话想说。A todo el que me apoyó y gracias a Judy。大爱新闻吕世轩、邓颖中，墨西哥报道。而慈济志工目前也在辽国关怀。说到辽国，面积是台湾的6.5倍，人口只有1/3。GDP 只有1159亿的美元，是东南亚最小的经济体。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也逐渐改革开放，靠着矿产和水力发电赚进许多的外汇。而最近十年来，平均的经济成长率7%，相当亮眼。带着谜样色彩的辽国，面积有236800平方公里，是台湾的6.5倍大，人口712万人，地广人稀，周围有中国、越南、缅甸、柬埔寨和泰国。สบายดี สวัสดีค่ะ ราคาเท่าไหร่คะ 300 บาท โอเค ขอใจไล这里是辽国的杂货店，官方的语言是辽语，但是像我刚刚呢买饮料的时候呢，使用泰文还有辽语都可以通的，因为相邻的泰国跟他们交流非常的密切，甚至你使用泰铢也行。语言差不多一样，老文跟泰文差不多一样，可以听得懂。家家户户几乎都看得到泰国电视节目，多数能够用泰语应答。辽国属低度开发，是东协之中台商最少的国家。辽式风格、浪漫风格，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很不习惯，做起事来都会觉得怎么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办这么久。薪资低廉，辽国毕业大学生月薪落在150到250美元之间，城乡差距悬殊，全国有70%左右的人靠务农为生，乡间道路牛群比车多。他们对农业的耕种知识，就是疏于传统，那也没有没有技术在更新。那我希望引进台湾的一些专家来这边做技术指导。手抓糯米饭沾酱料就是一餐，耕田需要劳动力，多产家庭不奇怪。36岁的妇人连生10胎。农业是 GDP 的主要来源，这几年驱动辽国经济成长的还包括丰富的矿产资源、木材、纺织成衣、旅游服务业以及水力发电。一望无际的湄公河是辽国的生命线，为这个地方带来丰沛的水产资源。根据国际水力发电协会资料，辽国去年1到9月出口的电力总值达9亿7500万美元，相当于台币300亿。当然到2020年的时候，它预计要建到100个水库，它有电池王国之称。发电量能够转换成高额的外汇收入，却也必须面对环境保护与生态保育的冲击。辽国是共产体制国家，社会局势从完全保守到逐步开放，越来越多外资进入。过去有人形容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国度，如今他正极力脱贫，期望被世界看见。每个人吃素都是好姻缘，吃素啊就是一个很智慧的习惯，大家都有机会来吃素的话，这个地球会很健康，我们也很健康。希望大家呢做智慧的选择，让你自己呢更健康、更有活力，大家一起来吃素，加油！再来关心医药消息，最近有许多药厂因为产线问题，导致部分社区药局、射护线和降血压的慢性病处方间用药缺货。然而，药单注明不可替代，因此药局无法给其他同等的药物。卫福部表示会和医院来协调。
医院里挂号领药柜台大排长龙，许多人干脆选择就近到社区药局来拿药。但仔细看处方间，上头注明不可替代，如果再碰上供货不足，就得额外多跑几趟药局。有听邻居讲说是有药房有的时候会有缺药，叫他回去等。一张张药厂通知都是这几个月来陆续有国外产线升级或气候变动等因素暂停供应药品，其中一款热门降血压药甚至预告得等到明年十月，看到许多民众上门却扑空，药师也很无奈。药师可以用不超过原来价格的药，所谓同成分同剂型同含量的药去做个替代，那但是假设今天医生的处方上有盖了不可替代的话，那就没办法帮他换药。药局里剩下几盒射护线处方药，近期还有部分血压、血糖及中风药品，同样面临库存不足，进货还得碰碰运气。希望在这一块，可能再由政府单位再协助一下。假设说原厂药它有缺药状况之下，是不是能做帮忙做个控货的一个相关的措施？经过药师工会反映，如果整张处方间都是不可替代药品，将造成患者不便。卫福部也进行协调，要求医院尽快改善，同时纳入评鉴指标中。大爱新闻蔡琳、李明华台北报道。已经过了处暑，天气逐渐变凉，不过有时候秋老虎发威又很热，温差大，过敏的人容易出现咳嗽、流鼻水等症状，该如何保养？请看以下的报道。夏秋交替，不少民众出现鼻子过敏、干咳等呼吸道症状，从中医的观点来看，这是被干燥的秋天气候所伤。秋天的时候呢，气候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呢，我们身体的水分呢也会比较缺少，那这样缺少的一个情况呢，就会造成我们很多黏膜方面呢，就是精液比较不足。中医师建议，秋天要特别着重保养肺腑，避免呼吸道干燥。除了戴口罩、多喝水之外，可食用莲藕、山药、水梨以及蜂蜜等滋阴食材，或是以莲子、百合、银耳熬煮成滋阴凝神粥食用，达到生津润肺、宁心安神的功效。或是平日也可以透过按压位于肺经的鱼际穴，改善呼吸道不适以及强化血液循环的作用。大拇指这个白肉跟红肉的中间交界的这个地方呢，的中线这边有一个穴道叫鱼际穴，那我们可以每天呢就是按压5到10次呢，可以缓解我们咽喉不适的一个情况。此外，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也要注意，秋天气候转变容易诱发气喘。居家部分要预防过敏源产生。以国人来说的话，尘螨其实是最常见的就是过敏源，所以这时候呢，会建议第一个是可能床套，那枕头套会建议2个礼拜洗一次。虽然咳嗽是秋天常见的症状，但医师也提醒，如果超过1个月未见好转，还是要就医检查，以免其他疾病找上门。其实基本上我们会先建议就是到医院做检查，因为会建议初步至少要安排一个胸部 X 光片，那排除说是不是有肺炎或者是说肺部有长肿瘤的情形。台湾秋季虽然短暂，却是疾病最容易发作的季节，提早做好肺部和呼吸道的保养，才能应付接下来更寒冷的冬季。法鼓山昨天举行第六任方丈的接任大典，卸任的果东法师2006年接受圣严法师托付，担任第二任到第五任的方丈，12年后交接给60岁的果辉法师。领导人虽然不同，但是净化人心的使命没有改变。海内外弟子恭迎下，三位大和尚缓缓步入大雄宝殿会场，承先启后。法鼓山第六任方丈接任大典，全球超过3000位贵宾欢喜见证。法鼓山是以理念领导，而非个人领导的团体，依众靠众，共同分担工作与前程。12年前同月同日，果东法师从创办人圣严师父手中接过方丈和尚一职，自此连续担任4个任期，带领僧俗四众积极推动心灵环保教育与关怀。交接信物。
传承信物包括僧团组织章程、创办人指导方针，还有圣严法师传承的一串108颗念珠。果辉法师出生于1958年，云林人，1985年出家，拥有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圣严法师侍者、法鼓山僧团督监、僧伽大学院长、僧团副住持等等职务。乃愿以感恩报恩，还愿发愿为舍利，因为三宝为众生、为僧团竭尽全力的奉献。凡是我的弟子，都是我的第二代。圣严法师舍报事迹九年了，法鼓宗风、法脉精神接棒绵延，要为守护人间净土铺出更宽广的慈悲之路。大新闻肖志杰、梁家明台北报道。加拿大温哥华职工长期到 YWCA 给即将开学的贫穷家庭小朋友送来书包文具，而YWCA 执行长接任卑诗省的省督，职工特别来道贺，希望一起努力让社会更好。Welcome to Government House。加拿大慈济职工46人从温哥华搭船一个半小时，来到温哥华岛维多利亚的省督府官邸，拜访四月走马上任的卑诗省省督奥斯汀。I'm actually quite familiar with your foundation. Yes. 省督是加拿大各省的英国皇室代表，由加拿大总理推荐，总督委任，任期一般是五年。接任省督之前，奥斯汀是温哥华 YWCA 的执行长。对于志工，从2013年开始长期支持 YWCA 的弱势儿童背包文具发放计划，印象深刻。So to all of your volunteers,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continue in your really splendid work, and to say as well that I'd be very happy to help you in any way I can. 看到老友慈济志工彭美平，两人还开心拥抱叙旧。奥斯汀表示，行善与付出是加拿大核心价值，希望人人都能把握机会付出，一起提升生命的价值。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吴群芳、尤德坤，加拿大报道。也是一份关怀，南美洲国家巴拉圭和阿根廷志工为贫民区、原住民区的孩子举办儿童节发放，送他们文具等物资，希望他们好好读书。五彩缤纷的气球点缀门前，喜气洋洋。迎接阿根廷儿童节，慈济志工为贫民区办活动，当地志工忙着点心，更添温馨。我们在 Guinea 这个点，我们已经互动了有十几年了。那今天因为因应这边是贫民区儿童他们的需求，所以我们来做了一场儿童节的玩具发放。有这个因缘来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这边参与儿童节的发放，非常感恩。各式各样的文具用品都是志工们用心准备的。慈济在这个社区深耕14年，也培养孩子的爱心善念。在巴拉圭慈济援建的小学，志工快速放置好再来的物资，带着孩子们一一试穿御寒的冬衣、鞋子。虽是为庆祝儿童节的发放，但在现场看到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妇人光着脚，职工心疼，赶紧帮她找合适的鞋穿。在与世无争的原住民区，孩子们尝着职工准备的点心，分外幸福的甜蜜滋味。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综合报道。农历七月吉祥月，南半球的阿根廷和纽西兰志工分别举办了祈福会，强调环保减碳还有行善行孝不能等的道理。农历七月在南半球不是酷热的夏季，而是略带凉意的初春。阿根廷慈济志工选在首都的台湾会馆举办吉祥月祈福会。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环保爱地球，那也希望人人都能够力行环保，
减少一次性的物品使用。吉祥月虽是华人的习俗，但志工借机推广孝道，透过简短的贵阳图演绎及孝亲活动，鼓励大家行孝要及时。我们要孝顺父母，而且除此之外呢，还要记得这个地球是需要大家爱护的。另外，在纽西兰汉明顿联络处，志工同样也办了一场小型的吉祥月祈福会，舍弃焚香供品的祭祀方式，志工带领众人以馨香感念先人恩德。配合今年吉祥月的主题，志工邀请民众一起爱护地球，从一块省水、三餐如素，到出门带五宝，用实际行动力行节能减碳。大爱新闻之善美志工综合报道。柬埔寨首都金边环境污染严重，民众习惯购买物品的时候使用多层的塑胶袋。有一款 App 让民众把污染严重区域标示在地图上，传给政府单位参考。而另外有当地组织发明加速塑胶分解的袋子，希望改善环境。从高空俯瞰，密密麻麻的塑胶垃圾把水面完全盖住，根本看不出来这里原来是一条河流。柬埔寨首都金边每年都会浪费约100万个塑胶垃圾，根据统计，每年的垃圾量是同等面积欧盟城市的10倍之多。Alors tous nos sacs plastiques sont donc biodégradables et le principe c'est que la partie manioc va se décomposer en premier et elle va en fait aider la partie plastique classique à se décomposer dans la nature。可以加速被分解的塑胶袋因此诞生。塑胶垃圾问题源自于柬埔寨民众的生活习惯，购买物品习惯用层层塑胶袋包覆，导致垃圾量大增。用完就随意丢弃的袋子，不仅堵塞排水系统，污染环境，甚至还危及民众健康。The overall concept is to create a map of the city where you see zones that are clean and zones that are dirty。柬埔寨当地绿色组织发明一款 App。手机地图上就会显示垃圾污染严重的地区，让这些区域可以得到最有效的帮助。There's quite a number of solutions that we've seen globally that have been very effective, but I would also emphasize that you want to make it so that people have a realistic alternative. You don't want to make it something that also penalizes poorer people or working class people who need those plastic bags for their businesses or for their daily lives. 今年四月，柬埔寨通过法规。每使用一个塑胶袋，就要多收取$0.1的费用，希望可以减少塑胶袋的浪费。全世界每年平均浪费5兆个塑�胶袋垃圾，预估接下来的15年，全球塑胶产品将会成长2倍以上。如果没有重视垃圾问题，到时候可能会带来另一波环境浩劫。大爱新闻杨晴编译。联合国难民署一份最新报告指出，今年偷渡地中海到欧洲的难民人数比往年低。不过死亡率却偏高，因为北非利比亚政府加强监控海岸线，人蛇集团采取更危险的方式偷渡。It has cost them more to keep those people longer in their warehouse under captivity, and there are more difficulties to get the supply, maybe the dinghy, some of the boats, and so that explains the higher rate of this.2017年，每42个人就有一个偷渡难民死亡。今年的数据，每18个人就有一个偷渡难民丧命。利比亚加强管理海岸，去年8月到今年7月救起了18400多人，比起2016年的同期增加了38%。偷渡的人变少，人蛇集团为了赚取损失的利润，转而剥削偷渡客。也造成奴役还有非法性服务的劳力变多。新舞台剧《与恐龙同行》呈现了6600万年前消失地球上的恐龙，
这次展出的是8只仿真恐龙，包括了13公尺长的霸王龙，还有17公尺长的腕龙，重量大约1500公斤，相当一台车的重量。新闻就带您一起来看看，也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大爱全球新闻，祝福您平安欢喜，我们再会。